你看什么看啊你？你也是给我放干净一点，看什么看？现在就放开他，让他打我！我要，我现在就要！现在又放开我，让我打他！辣，我就爱你这样骂我，性感小辣椒。我们在这里吃吧。哦。哎，小哥，怕你弄脏。哦。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哎，我来就好啊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哎，你这是跟我拉开距离吗？不是啊。那就让我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哎，我活到现在啊，就今天最幸福。有美女陪我吃饭，真是饱了我的口腹之欲，还有眼睛。小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跟我交往吧。别试着推开我这种，我需要你打开你心灵的窗户，让我起伏难平的心意进去，让我梦中萦绕的思念进去。让我生命中所有的情谊都进去，进到你心里去，好吗，舅舅？班上妹蛮多的嘛，你们跑到哪里去了？小哥他出大事了。我也觉得子哥有点问题，所以把我叫玉玉带来看看。神秘，你赶快帮他看一下吧。嗨，我画画笔。神秘说子哥同学中毒嘞。啊，中毒？怎么会中毒？那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哎呦，哈哈嘿呦，生命危险倒不至于，但是这个病毒怕会让人的性情大变。哎，你该不会告诉我说他中的毒叫变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谁？这终极三国用过的梗哎，很没有创意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的解药该不会是很大便吧？啊？兵工，哦，这编剧也太偷懒了吧！小心你被编剧写死。Excuse me。告诉你个小心点。哎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竟然那么不长眼，敢到我们家 King 啊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想撞他而已。他就揍我。对不起 ，King， 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原谅我？你有种挑衅你就有种跟我打，那么娘炮什么啊？我没有跟你打一次，你误会了 King， 饶了我这一次吧 ，King。对不起。废话一堆。好了好了好了 ，King， 原谅他，哎，赶快走，快走。你想怎样？没这样，我劝架，劝架，劝架。你要维持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跟我打。怎样？想得好了是不是？好啊，走。
你得问直播那些吗？哎呀！你以为你太有本事？小慈怎么在短短时间内战力指数变得这么强？而且还有越战越勇的趋势哎！好了，不要再看了，赶快结束这场乱斗吧！放开我！想怎样？三个打一个，很怪我是不是啊？抱歉，我们也不想，这非常手段。不想你还出手？误伪君子娘娘腔啊！放开我！不好意思，你在说什么？等我们搞清楚状况之后，我自然会放开你。我听你在放屁啦！你就是个孬种，没用的男人！你现在针对我是吗？我就是怎样，丑八怪，没人爱，每次告白都失败。刘晨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不是为大家好，还有，谁是丑八怪？球球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受伤，他比较受伤。什么？小子也中毒了？好球啊！好球啊！好球！而且这一次是电荷大 Plus 版，它升级了。具有传染性啊！放开我！又怎么跟我单挑啊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啊，亲爱的。哇塞，你好呛，好辣，好有活力啊！我喜欢。跟我交往好不好？有种你放马过来啊！答应我就给你打啊！好啊！我超带种的。不然我就来跟你打一场情意绵绵拳，打是情，骂是爱，你就尽管打，用力打，尽情展现你热情的爆发力。让我打，放开我，让我打他们！喂，你快放开我啊！你看怎么看啊你？你眼神给我放干净一点，看不看？现在就放开他，让他打我！我要，我现在就要！现在就放开我，让我打他！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形吗？这真的实在是太毒了！不行不行，我有火象爆破，我心要哭，我不能被传染，要被传染，你们被传染就好了！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约会吗？不然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你想吃什么？牛排好了，这边有一块。你是不是没有被人家绑着打过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被绑着，我照样打你。哥啊，我就爱你这样骂我性感小辣椒。还有，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吃牛肉。我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辣椒。辛苦辣椒，我喜欢辣椒。